族新时代音乐奖第十四届 Fresh Music Award 筹备干部公布得奖的名单，重启创作客家流行音乐界全面乐器，获得到了最佳新团体奖。评审团就表示讲，今年最佳新团体奖嘅竞争系非常嘅激烈，全面乐器系用两支单簧管、弹钢吉他同客家音乐加入新嘅生命力，系一百位得奖嘅主要原因。第十四届 Fresh Music Awards 最佳新团体得奖的是最佳新团体春面乐队。斯维安布新加坡音乐媒体 Fresh Music 公布今年 Fresh Music Awards 得主，其中最佳新团体奖是长期落成去做客家流行音乐的春面乐队得到。以两支单簧管和吉他组成的春面乐队，把玩出令人为之惊艳的新时代客家典范，为当代略显沉闷的流行乐架构注入了久违的新生命力。Fresh Music Awards 是新加坡好音乐经验向下来设的奖，评审团前来亚洲各地，包含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台湾、香港、中国一直提起的媒体乐评人见证人一道，对各种观点丰富评审的角度，作者讲是全亚洲的音乐泰斯之一。头敲海洋，音乐当中唱出太自然、难念的发力，有变化的音乐风格。全面乐队创作的新时代的客家音乐，每啲国际舞台上数到天天。客家新闻广场面副分支综合报道。